尊敬的诸位同修，诸位护法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。首先呢，跟大家祝福啊，这个圣诞节吉祥哦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谈谈一些佛法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常劝导我们，特别是学佛的人，一定要广结善缘，随喜功德。这个广结善缘呢，随喜功德啊，对我们学佛的人，对这个社会，对人生啊，可以说是最可贵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可贵呢？因为它能够带来给自己一种生活的快乐，也能够带来给大家的幸福，更广来讲，能够带来这个社会的安定，这个国家的和谐。所以在佛法里面呢，广结善缘，随喜功德啊，是一个最严重要的一个修行的科目啊。特别是我们念佛的人，这一生你能不能顺利往生西方净土，你这一条路能不能顺顺利利的达到我们的心愿，就是亲近阿弥陀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关键在你在处世待人觉悟，对人对事对物，无论是有情的众生，无情的众生，包括这些动物，如果你能够广结善缘啊，那你临终的时候你就没有很大的障碍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月为什么要做这个大回向，这个大回向里面有一段话，就是愿我临终无障碍。愿我临终无障碍，就是教你要广结善缘，你要广修供养，广修布施，让你那个修行的道上啊，能够啊产生严重的障碍，那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容易了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在这个生活里面处事待人，对人对事对物，那常常跟人家结恶缘啊，那将来就是你的障碍了。不但能够障碍你往生西方净土，而且也能够障碍影响你将来能够堕在三恶道。所以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广结善缘是一个非常的重要。你不跟众生结恶缘，众生就不会跟你结恶缘，结了恶缘那这很麻烦耶，真的很麻烦。所以我们无量劫以来，为什么我们的冤亲债主无量无边，是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你种的这个因嘛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冤亲债主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化解的，除非你很有修养，你的德行，你真的有修行，
就容易化解。如果你真的这一生只是重在形式，不重在你的真正的实质，就是说你没有真实的用功，你怎么能够化解你的冤亲债主？现在我们健康念佛容易，当你的冤亲债主找上门，那就很麻烦，很难化解的。你看最明显的就是误打果实这个例子，十世啊，他的冤亲债主跟着他，到了第十世才有机会来报仇。你想一想，跟着他十世嘞，第十世才会有机会来报仇，所谓的人面疮，差一点把他命就没有了。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所种的恶缘，所以今生所种所以的果报。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要广结善缘啊，将来呀，这些善缘会来帮助你，帮助你你的道业成就，帮助你你在世间法也好，出世间法也罢，都能够帮助你成就的。但是如果你常常跟人家结恶缘呢，那就很麻烦了。那你想一想，你天天有没有跟人家结恶缘？几乎天天。你想一想，你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你想一想，你有没有每一天跟人家结恶缘？今天有人莫名其妙对你不喜欢，来骂你、侮辱你、伤害你，甚至于可能来想尽办法来破坏，或者让你家破人亡，种种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缘？所以我们啊，佛经里面常啊，常常告诉我们，就是佛常告诉我们，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。诸佛菩萨要成佛，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他要广结善缘啊。将来来到这个世间，无论在哪一个世界，他要度众生，那就容易了嘛。你不广结善缘，将来谁来护他的法？谁来听他的法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尊敬的诸位同修，那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，好一生哦，你看。他的常随弟子有多少？1255个人。然后呢，不在他的旁边，那是不计其数啊，很多啊。而且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的时候，印度还没统一，国家有多少？大大小小有100多个国家，而这100多个国家，总共有17个国家大国。这些大国的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。最明显的就是几孤都长者，将近23年，护持释迦牟尼佛，建了这个几疏几孤都园，让释迦牟尼佛以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让在这个地方弘法。你想一想，那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哎。释迦牟尼佛过去如果没有跟人家广结善缘，没有跟一切众生广结善缘，他来弘法那就会有问题，没有人护法，而且也没有办法度众生，因为障碍太多了。所以你要多跟人家结好缘，跟人家结善缘，你的缘才能够好。如果你跟人家结恶缘，你想要成就自己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有人啊问我说：“师父啊，我念佛就好了，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没必要修布施，可不可以？你说呢？可不可以？你只是说我要念佛，我不想修布施，我不想供养。你将来来到这个世间，没人护持你。”没人供养你，你会饿肚子的啊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主要的，它不是去修福的，
他不是享受的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的目标就是要成佛的。成佛之后，我要度化众生。度化众生，你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你不跟众生广结善缘，你是不可能的。没人听啊。哦，你不跟人家众生结善缘，谁要听你的法？没有啊。你只能乖乖一个人在大殿这样哦，向着谁讲法？墙壁啊、哦，或者那对于无形的众生，无形的众生就看你有没有跟你有缘。所以你说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想法，师父，我不想修供养，我不想修布施，我念佛就好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从弥陀经你就看得到。弥陀经有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，大家有没有去留意那一段弥陀经说啊，常以清淡各以一格沉重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给予时时还到本国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众生每一天去做什么？去十方诸佛国土广结善缘，是修福修慧啊，将来他度化众生那就容易了，有人护持。今天比方说我想要建道场，没人供养，你怎么建啊？你今天想要出家，你没人跟人家广结善缘，谁来护持你啊？没有人来护持你。你不要以为每一个出家人都有每个的出家的福报，有时候有一些出家人真的没有福报的，真的没人供养啊！你看过去有一位老和尚啊，这个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位老和尚，他住在山上，不关人家的事情啊。有一个道场里面有几个法师，那发现呢，这个道场已经开始破落了。要坏掉了，佛像也是一样，所以发大誓愿啊，我要来重建这个道场。那重建这个道场要怎么办呢？他一定要下山去化缘了。没想到啊，这个老和尚一下山到处化缘，没人供养。真的没人供养啊。然后有一天呢，遇到了一个大富裕人家。我那个房子很有钱，在那一带的时候，所以啊，让他敲门啊，请这个护法，希望能够来护持。不但得不到这个护法的护持，而且被这个护法这个大富裕人家呀骂了一顿，狠狠的骂了一顿。哦，骂了这个老和尚，这个老和尚呀没办法，他乖乖回到山上。啊，怎么办呢？反省自己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？为什么没人供养？所以他反省，反省自己错在哪一个地方。后来呢，去探听了，诶，这个大富裕人家以前他是一个高官，已经退休了，而这个高官的名啊姓梁，所以呢，这位老和尚啊，因为啊没有跟人家结善缘，而且又被人家批评，而且讲的一些语言呢、啊，讲得非常的难听，所以不怨天不尤人，反省自己来忏悔，然后呢，为了这个大官呢、啊，这个大富裕人家或者一些众生呢、啊，立了这个牌位，什么牌位呢？消灾延寿众等，就是希望啊，这个大官他能够啊，怎么样呢？他能够。将来能够种了这个佛的种子来护持三宝，就是天天回向给他，天天回向给一切众生，自己又用功修行断恶修善，天天这样干。没想到感召了他的至诚心，感召了这位大官，有一天突然间要到山上去散步，诶，走到这个庙，这个庙里面呢，虽然很破落，但是蛮整齐，也蛮干净的，所以对里面的僧团非常的欢喜，
但是没想到这个大官已经退休的这个大老板走到这个大殿的时候，看到了他自己的名字立在这个消灾大牌位，而且非常的好奇谁为他立了这个牌位。所以问那些沙弥啊出家人，诶，你为什么这个大殿有我的名字呢？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常常教导我们，做每一件事情的功德，无论你念哪一句佛号，你念一句佛号或者一句名号的观世音菩萨或者佛菩萨的名号，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善事，你要一定要回向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你要跟众生结善缘。今天我们在这边共修，我们为什么要回向？回向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希望跟一切众生结善缘，希望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，希望这些累劫的阴亲债主过去有意无意的得罪了他们，伤害了他们，或者让他们受到了种种的烦恼痛苦，今天我忏悔，我通通我把所有的功德回向给你们，让你们能够快乐幸福身体健康。没想到呢，以至诚心，他的真诚心感召了这位梁继续，就是这个大官，退休的大官。后来呢，听到这些法师的讲解啊，因为老和尚啊一些没有修好啊，没有跟人家结善缘啊，又而且又被这个梁居士又骂了一顿啊，所以啊他发怒忏悔啊，要跟大家来结个善缘，没想到感动了他这个梁居士，后来他自己三皈依，三皈依之后又来护持这位老和尚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真的啊，太多事情了，我们很多事我们有没有去检讨反省？今天为什么我莫名其妙，我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为什么这么多障碍？为什么我的生活没办法幸福？为什么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痛苦？为什么我在这个生活里面这么多的阴亲债主，让我这个身体很多事情有时候不健康，甚至于常常去看医院看医生，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把我病能够治好，这个叫做什么业障病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有果必有因，有因必有果。释迦牟尼佛常常劝导我们啊，善恶自报，如影随形啊，就是好像我们的影子一样，我们走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，随着自己的因果都在受报的。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佛法最主要的都是要讲因缘法，这个因缘是怎么来的？今天你得什么样的人生，你今天获得什么样的人生，都是跟你过去生有关系，所以你要广结善缘，不要得罪人，不要伤害一切众生，因为你伤害他们，将来就一天他会来报复的，他会来报仇的，那将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变成你自己的障碍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佛要我们常常去广结善缘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你看那个过去释迦牟尼佛带色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他带着阿难跟舍利佛然后呢到了一个村庄遇到了一个老夫人在挑水，然后呢佛就告诉阿难，你跟这位老夫人呢去化缘去化什么呢？化一碗水。没想到你看阿难尊者当他走过去的时候，遇到这位老夫人呢，阿难长者尊长得非常的庄严呢，但是这位老夫人，这位老人家看到阿难尊者一看到阿难尊者非常不喜欢，讨厌他，而且嗔恨地骂了他一顿，
不但不给他水，用这个水啊来冲他，而且告诉阿难尊者，不要说我给你，我宁愿把这些水倒在地上，也不宁愿给你。甚至于骂阿难的骂得很难听，甚至于要打阿难尊者。你想一想，我们常常在这个社会上常常会遇到这样，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人，诶，看到这个人我很讨厌他，我看他很不顺眼，我对他齁很不满，我真的不高兴不欢喜看着这一个人，我甚至于我说要骂他的，反正我看这个人我对他很不好的这种好感的感觉，甚至于或者别人莫名其妙，诶，我也不认识他，突然间来骂我，来侮辱回报，甚至于来毁灭，来伤害你的。常常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常常有这个因缘，在这个社会上有这样的，有时甚至于让你家破人亡，或者甚至于让你的事业失败，或者甚至于让你在这个生活上你会感觉苦痛不欲生的，苦不堪言。阿难尊者被这个老人家一骂，骂到底，不但没办法化缘化到这个水，然后回到佛的旁边。佛有没有说一句话？佛没有讲话，叫阿难尊者好好坐在旁边。然后呢，没想到释迦牟尼佛派舍利佛，请舍利佛啊跟这位老人家化缘。没想到舍利佛见到了这位老人家呢，这位老人家非常的恭敬，非常的虔诚，而且请舍利佛坐着顶礼，然后供养给舍利佛，欢欢喜喜来供养给他。而且呢，这位老人家又告诉舍利佛，这个水我是供养给你，你千万不要不能让给阿难尊者来喝。你看那个恨阿难尊者恨到这样入骨啊，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，也不是一般人，他为什么对阿难尊者有这样的嗔恨，这样的抱怨呢？释迦牟尼佛才给舍利弗阿难尊者讲这个因缘。什么因缘呢？这位老人家过去生中，他是一只在畜生道，一只老鼠不小心被撞死了。那个时候阿难是一个商业，是做一个商业人，看到了这一只老鼠，不但不帮忙把它埋起来，而且又嫌这一只老鼠很臭，死得活该。因为讲了这几句话，接了这个恶缘。那舍利弗过去生呢是不一样的，舍利弗刚好也走过，看到这一只老鼠很可怜。哦，欢欢喜喜的把他埋起来，然后给他讲了几句的好话，让他能够早日生在一个很好美好的环境。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呢，接下来的舍利弗跟这位老菩萨跟这位老人家的一段的因缘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间都有因缘的，有因有缘，有因有果，有果有因的。今天我们受到什么样的生活，都是跟我们的因缘的有因缘呢、啊？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，不要去怪别人，也不用去抱怨，也不用，这个都是自己的问题。关键就是在你自己本身，不在于别人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哦，你要广结善缘。一个人的成就在这个社会，不是因为他的聪明，是因为他无量无边，都是跟人家广结善缘。因为一个人的成就不是一个人的成就，因为一个人的生存在这个社会是没办法生存的。啊，所以广结善缘在佛教里面呢的解释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建立
跟一切众生能够融合的关系，能够良好的沟通，这个就是广结善缘。因为很多事情在这个社会上都是因为沟通不良产生的冲突，因为沟通的不良产生的这个社会的动乱。像夫妻为什么常常影响夫妻的关系不能和睦相处，什么原因？都是沟通的关系嘛。太多事情呢，很多如果我们能够反省，都不是在别人，都是在自己。所以我们老师啊，常常啊嘱咐我们要常常静坐常试一过，要常常去反省，常常去忏悔，常常去改进，常常去检讨，检讨自己的过失，检讨自己的习气，检讨自己的毛病，然后呢闲谈莫论人非啊，不谈别人的过失，我今天只谈我自己的过失。这样呢来修行，你就懂得广结善缘随喜的功德，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哦，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道的，我们呢、啊、人与人之间都是靠着缘分在维持关系的。所以人际关系啊其实就是因缘法呀。都是有因缘生因缘灭的。像一对夫妻，他能够成为夫妻都是有因缘的嘛。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嘛，这个恩讲的就是因缘了嘛。所以为什么一些夫妻感情都很好，有一些夫妻感情都不好，都有这个缘的嘛。这个缘有一些人他真的他是来报恩的。有一些人呢、啊、是来抱怨的，来报仇的，所以一结下去呢，天天吵架。哦，从头吵到尾，你看啊，这个很多啊，我们这个出家人啊，做法事的人，常常就遇到一些家庭夫妇啊，哎呀，师父啊，我为什么生活这么苦啊，种种的。过去生没有跟他结善缘啊，今生又遇到了啊，我来报仇了。哦，所以啊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哦，要跟人家广结善缘，不要跟人家结恶缘了。结恶缘真的很麻烦啊，真的很麻烦啊。哦。你看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哦，都有因缘的，真的哦，来到这个世间都有因缘。你看那个我们师父上人常常讲，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有四种缘，不是报恩都是抱怨。哦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哦，所以你要结善缘啊。你结善缘了，你遇到很多事情了，人呢、啊、就会主动来帮助，来护持你。啊，像我们法师，我们法师为什么出家？他就是要弘法利生的嘛。啊，就是要去跟大家啊结个法缘。为什么我们要讲经？就是要跟众生来结法缘。为什么要结法缘？因为在一切供养中，法供养是最大的。为什么法供养最大？因为法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，因为法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，因为法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因为佛法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能够亲近阿弥陀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佛法才能够帮助我们将来能够成佛道的。所以一切供养，为什么法是供养福报是最大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要怎么样法供养最大，获得这个法的供养的功德呢？你跟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也是跟人家结善缘。
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念佛回向给累劫阴亲债主，你也跟这些无形的众生结善缘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。你要怎么样来修法供养，你能够把自己念佛做一个好榜样，做一个楷模，让做一个好样子，让人家能够增加信心，让能够让大家对这个念佛法门，对这个净土法门，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能够起了一个信心，然后来念佛，那这个供养是最大的，那你的福报是真的功德不可思议的。哦，所以佛家常讲啊，同舟共渡要修五百年啊，对以人以人之间聚善离合啊，就是一种很美的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这个呢，我们这个故事啊，刚才啊跟大家讲啊，广修福德啊，就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个生活里面啊，资财丰足，那我们作为佛的弟子也是一样。财富从哪里来的？从布施嘛。财富从哪里来？从修福嘛。财富从哪里来？结缘而来的嘛。你没有去广结善缘，你怎么能够得到呢？都是这个道理。那师父，我们怎么样跟人家广结善缘？你要布施啊。布施有三种嘛。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什么叫做无畏布施？你不伤害别人，你的语言、你的行为，你不伤害别人。什么叫做法布施？用你自己的德行来供养一切众生。只有用你的德，用你的修行的道德，你能够才能够真正帮助一切众生。这个就是法供养最大的。你要修布施，布施能够帮助我们，所以诸佛菩萨他要示现到这个世间，他一定要把布施做圆满。菩萨没有把布施做圆满是不能成佛的，成佛之后他还是要把布施修圆满。所以广结善缘关键就是在你能不能对这个布施的精神，对一切众生，对人对事对物，无论是有情无情的，你就能够来爱护来关怀，跟他们培养好的关系。你将来得人生，就算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将来得人生，你的福报真的很大。那第二呢，用什么方法？就是要善护你的口业。我们五量劫以来生生世世的这些累劫阴亲债主从哪里来的？从你的口业来的。很多啊，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啊。你看容易，最容易得罪人的是你哪里？从你的六根里面最容易得罪人的就是你的口业。你没有善护你的口业啊，你将来你这个口业会带来很多的麻烦。所谓啊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啊。这个病不仅仅身体的生病，还有你心的生病。所以为什么觉明妙行菩萨教我们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号，就是教你不要去造口业嘛。我们今天你想一想，不但你口业也在造业，你的手指都在告你。你看现在的人天天离不开什么？离不开你的手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睡觉之前也看手机，起床也看手机啊，走路也看手机，吃饭也看手机啊，连上厕所也看手机，走到哪里看手机，你想一想。
啊，看着就是什么杀盗邪淫嘛。你看，除了你自己口业每天都在造，你自己你的手指每天都在造口，很多人不发现这个，甚至有人知道，但是习气重改不过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忏悔啊。哦，所以讲话要小心。最好少说一句话，没事，话讲多了很多事情就来了。很多人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得罪人，最后人家来回报你，来毁灭你，来伤害你。为什么他来伤害？就是因为你的口业的关系。所以修德首先先修你的口业、哦、因为口业是关键，所以最容易犯的就是你的口业。你看那个什么阿瑟瑟王的父亲啊，频婆娑罗王，频婆娑罗王，你看他死得很惨呢。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得力大弟子，得力弟子，是一个护法，很有修养啊，修行非常好，但是你看他死得很惨，被阿瑟瑟王打入冷宫，打入这个监狱，而且地下的监狱，不给他吃，虐待啊，慢慢的虐待他，到最后把他杀死。但是啊，频婆娑罗王最后还没死之前，请佛的开示，后来证果了。那为什么频婆娑罗王？你看，你看，他是一个很护持释迦牟尼佛，他的福报修得很大，但是他抵不过他的业力，他是一个很大的护法，对三宝非常的虔诚恭敬，但是很可惜他抵不过他的业力，到了最后他才真正修行正果的。所以逆缘里面呢不一定不好，顺缘里面不一定是好。那为什么他会这样？因为他一句话，阿瑟瑟王啊，过去啊，他是一位老修行者啊，但是频婆娑罗王，因为他结婚跟维迪西夫人很多年没得子，所以啊，求子亲切啊，哦，问这些啊高僧大德啊来给他算命，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子？哎，被算出来，他说啊，哎，在山上有一位老修行者，这位老修行者再过几年他已经要圆寂了，然后呢来做你的儿子。但是频婆娑罗王因为求子心切，如果等了太久，他说那我就老了，谁来继承我的王位呢？所以派这些啊，这个皇宫的这些人去找这些老修行者，告诉老修行者，你知道你寿命结束，你会做谁的儿子？这个老修行知道啊，我会做你的国王的儿子，而且做这个国王的太子。但是因为皇帝心求子心切啊，所以希望呢，你能够啊，赶快，哦，解决你这个生命。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你自杀，或者我来杀，对，就是说啊，我自己解决哦，就是说你要自杀，或者呢，我帮你解决，就是把他杀掉了。你想一想，左右为难，都是逼着他死路一条。所以这个老修行者，因为他那一句话呢，所以死之前，自杀之前呢，发了一个毒誓。什么毒誓呢？将来我升到这个皇庭，你既然逼着我死，那我就将来我也逼着你死，会死得更惨。频婆娑罗王就是因为那句话，你可以选择你自己自杀，还是我帮助你把你杀掉，就是那一句话而已啊。
多少人啊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在这个社会上，我们多少人天天都去造口业，自己不知道哎。今天我们吃众生肉，也是跟众生结恶缘呢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吃素？没有别的，吃素的原因就是要跟众生少结恶缘嘛。哦，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这个就是我们说啊，你要跟众生啊结善缘，愿意跟大家结善缘，经济用这个你的能力啊，用财布施来帮助一切众生。看到贫穷的人，我们帮助；看到生病的人没有能力啊，看病没有钱，我们来帮助他。看到有人要放生，我们也放生；看到人家啊有没有能力，或者一些需要帮助的，我们俩能力来帮助。啊，这些将来啊，就是你的好的善缘，能够来帮助你成就的。不但在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，都能够成就你自己的。所以今天呢，简单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种分享啊，像今天我们来为大众服务啊，我们来敲木椅呀，来做微挪啊，来敲鼓啊，或者来诵经啊，来念佛啊，都是为大众服务的嘛。这个也是为大众一种跟大众广结善缘。所以很多在佛法里面呢，太多太多了。佛常常劝导我们，就是要这样修。这样行持将来对你有很大的好处，不要跟人家结恶缘，结恶缘对你没有什么好处，不但没有好处，将来会来干扰，来障碍，甚至于可能来障碍你，让你这一生没办法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用我们的身体，用我们的行为，用我们的言语，用我们的精神，用我们的种种的能力，能够跟一切众生，无论有情无情的，你能够跟他们结善缘，那这个对我们太大的好处了。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只要有机会我们要帮助，只要有能力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来帮助，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弟子最大的好处啊。今天呢，我呢简单来给大家分享啊，现在澳洲呢这个疫情啊也蛮严重的，你看雪梨每天呢五六千，哦，从来没有这样的，所以大家啊要小心，大家要谨慎啊，如果不重要的呢啊就少出门啊，出门啊尽量戴口罩啊，不但能够保护自己，也能够保护别人，因为这个生命啊太脆弱了。我们这个生命真的很脆弱，说倒就倒，说病就病，说老就老，说死就是，没办法自己做得了主的。哦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要快快觉悟。那怎么觉悟呢？就是觉悟人生无常。啊，这个人生是无常，每一分每一秒可能都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没办法预料的。所以多念佛断恶修善能够帮助我们的啊，避免这些灾难，避免这些不该将来发生的这些大灾难啊。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一种鼓励啊，我们天天一定要用功，天天要真实的去修行，不能在表面上下功夫，一定要重在实质啊！真正去修行，真正去断恶修善，真正是念佛啊！不在口在念佛，但是你的心要真正在念佛，这样修行啊，佛法才能够得力。不然的话，佛教变成迷信了啊！这个简单啊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我们呢、啊，下一次啊，再跟大家可能开始要讲经了啊。讲经的就是选择地藏菩萨百愿经，在每一个星期六啊，这个
讲这个第一品啊，希望啊啊，我们经过这个学习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，能够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什么呢？你要这个愿啊，要真正发愿，发什么愿呢？这个、啊、下面呢、啊、会跟大家来分享啊，在这一部经里面呢、啊，在佛法里面，特别在净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。好，今天呢、啊，简单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啊，祝大家老实念佛，身体健康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